哎，大家好，好久不见，我是信义房屋竹北县山店的立航，最近交易量还不错，所以呢最近都没有上片，比较不好意思。今天很难得拍这一间，也是最近新接的，因为这一间很少人卖，上次成交好像是110年吧。那今天介绍这个社区叫做我们这个春福品园，春福品园是社区型透天，总共户数是82户。比较厉害的地方，它是24小时保全的一个社区。这个上面我们就是我们的警卫室啊。我们这一头啊，其实就是我们的垃圾回收间，也就是说我们住透天不用追垃圾车。那在这个点啊，其实就是我们的高铁特区。其实我们这边到高铁站呢很近，大概走路12到15分钟吧，慢慢走。因为高铁区很多一些大型的一个推案嘛，就是我们的专一、专二。那我们专一的话，到时候也会有红会广场进驻。其实未来的 Shopping Mall 又离我们这一个区域更近。专二就是我们联发科，离生医园区大概也是5-6分钟就应该就可以进公司了吧，真的很近。那最近的话，就是要盖我们的文心国中，可以看到我的这个前方这边这一区块，整个都是这个绿意环绕，然后小桥流水，下班后哦就可以散步的环境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来介绍的这一间的话，我们的建坪大概是57.92，地坪大概是18.81坪。那我们事不宜迟，赶快来跟你做这一间的介绍吧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到车库空间，它的这个深度我刚量完是大概有8.86米，因为这边刚好是储藏间，这边的这个距离最近大概是3.3米，那我这边的话是4.3米，所以呢，如果说我们有两台车，再加上数台机车的话，其实机车往这边摆，然后汽车一样，一个前一个后，做一个子母车位的停放方式，应该也绰绰有余。那我再提一下，这边目前这一间做储藏间使用。但是呢，屋主有跟我特别提说，这一间它的那个排水的管路是有预留的，所以如果说你买来想要做一个厕所的话是 OK 的。那我们后方的话也有我们的一个晒衣的空间，那这边的话都是我们都有加装采光罩，这边的话全社区都一起加的。好，现在来到我们二楼的客厅跟我们餐厅厨房的这个楼层。那当然首先可以看到我们这些客厅面宽一样是4.3米多，有一些住户他可能会在这边做卧榻，那电视柜就往这边摆放，然后我们现在拍摄这个楼梯的这个位置就也会做一些收纳。那他们的门的部分，他们有配一个这样的一个防盗门，然后还会有一个纱窗，所以其实如果说您想要透气的时候，我们就开着这个外面防盗门，然后做一个透气，就里面就可以做一个很对流。那可以看到厨房大面积的窗户啊，所以整个房子在这个楼层的对流性一定相当的好。那很多住户啊也会在这个位置做一个餐桌摆放位置，然后这边有做隐藏的拉门，这个空间像我们屋主放冰箱，它在这个底下它有做这个透气口，我觉得还不错，这有把一些小小的东西给注意到，然后上面有做收纳。那往这边开的话就会是我们上卧室楼层的一个楼梯。那接下来我们后方的话就是厨房，也有做这样拉门的一个设计，厨房是三面可以使用。那原先设定冰箱的空间我们就做电器柜，上楼前可以看到我们一楼的厕所其实在这边，然后也一样很大的一个开窗，然后一样 total 的一个配备。那我们其实屋主还有一些小细节的地方，像我们楼梯这边啊，这边就有做主收纳空间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。三楼的话，这个除了楼梯间之外，就是我们的主卧室主人家的一个空间。那我现在这边就算是卧室区，那我们这边当然一样很大的一个空间，让你摆上一张 queen size， 或者是您身高够高 king size， 一定绰绰有余。一样，我们这边还是可以放个电视柜。那我后方呢，它这边窗户，那他们现在屋主有把这个毛玻璃给贴好，比隐私性也比较顾得到。那到了这一边，也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甲柱，所以里面都还有一些收纳的空间。那接下来我们这边。这个走廊可以更衣，这个位置可以做我们的化妆桌的一个区块。那我们的主卧卫浴的话也很大间，我的身后这个就一个
干湿分离的淋浴区，活动空间真的很大。这是我们湿区的部分，然后我们一样 Total 的马桶，在我们上方 Total 的四合一暖风机。那我们四楼的话有两间卧室跟一个卫浴，那这个空间的话可以摆一些收纳。这一间来讲，我们刚刚量测完大概有四坪多，然后一样那个位置也有一个假柱，前面这下方也有一个可以做自己小小个人园艺的一个空间。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卫浴，它的洗手台是坐在外面，然后马桶干湿分离区，当然这里面的部分，这样的话有个好处，如果两个人都要使用厕所的话，一个可以在这边梳洗，还有一个在里面做上厕所或洗澡，可以同时进行，我觉得还蛮方便的。那到旁边我们这间卧室，那这个空间大概是 2.5 平左右，一样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开窗，所以采光还是很好的。好，接下来到我们五楼，也是我们这一间屋突的顶楼了啦。那可以看到我们空间非常大，我们扣除掉这个楼梯的话，大概6坪多。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前后都有一个很大面积的开窗。那前方的话，这边就是我们的前阳台。那我们这晒衣阳台，我们这个屋主是没有把采光罩给搭起来。那左右邻居其实大部分都有搭啊，您也可以去考虑说事后把这个采光罩给搭起来，让这边去晒衣服、晒棉被的时候更好使用。那冷气的室外机一个摆这边，然后热水器，还有我们这边的洗手台跟我们洗衣机的预留位置，都这边全部都一应俱全。来，这个房子看完的话，不然有没有心动呢？其实这个社区来讲，它其实当然有点屋龄，那这个对当年他们很多住户来讲，这都是他们的 key gate 处，所以其实可以看到这个坪数其实还蛮的适合这种新婚的家庭，然后或者是如果说你是从两房直接换透天，那它本身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选择，因为我们这个地点其实去哪里都方便嘛，要去上班高铁，或者是我们走新隆大桥进竹科。那在深一园区也在旁边，甚至你考虑要骑脚踏车上班都可以哦。如果喜欢这间房子的话，这边我的电话啊，那再帮我们影片按赞订阅加分享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